送暖暖包，暖暖包。此时此刻可能优于饮料。好，那我要唱最后一首歌喽。这首歌也是929乐团的《简单的方式》。进了部队以后，已经好久没有去赶海。在海边成长的小孩，应该什么事都看得开。看着海边遍地垃圾，我也已经习惯不再愤怒。是否吃得饱就应该满足？你知道我不是多花的那种人。今天这通电话并不是来跟你诉苦，这是一个变态的世界，我现在我在最变态的一角，只是我此刻只想让你知道，我忍着哭试着笑，我在心里叫，其实没有什么大不了，我只希望重回家庭的怀抱。少得多，睡得少，想的又更少，脑袋没有太多的烦恼，我只希望时间能够赶快跑，我只能跑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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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跑， 啊跑啊，用最简单易懂的方式带着我的赶快和不强，我只能跑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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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脑袋不用去想太多事，世界就是这样子。终于我了解了，在这个陌生的世界，有大多数陌生的人所组成，陌生的大众不一定了解陌生的我，所以我也许应该默默接受，一场梦，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拥有。这是一个变态的世界，我现在活在最变态的一角，只是我怎么逃也逃不掉。我忍着哭，试着笑，我在心里叫，其实没有什么大不了。我只希望重回家庭的怀抱，我早得多，睡得少，想的又更少，脑袋没有太多的烦恼，我只希望时间能够赶快跑，我只能跑跑跑跑跑，用最简单易懂的方式带着我的赶快和不强，
谢大家，结束了。真的没有人要再分享那个吗？新年愿望哦。好，感谢大家，太冷了。